虽然只有降霜，而且很冷、啊、但是很漂亮，还、啊、有阳光，还有白霜，很特别。早上天气很冷，户外结霜，这里很漂亮。虽然只有降霜，而且很冷，但是很漂亮。啊，有阳光，还有白霜，很特别。连续两天的低温让太平山庄的气温一度下降到负一度。那今日的清晨，山庄大部分的平台都出现有结霜的情形。那晨起的游客让这雪白的一片感到了惊讶，觉得很新奇啊，很是特殊。我们一般平地好像也看不到这样的景色。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、对、啊。觉得很开心，应该很好，多找机会接触大自然。那下次还有机会会想要来太平山庄吗？会啊会啊会啊！哎、啊，那再来，那你们等下是要搭蹦蹦车？哦，你们在等下一班车？对。列车要出发了。谢谢，大家祝大家旅途愉快，谢谢，拜拜。